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莅临台江剧场。伊甲因家的客厅变做一个舞蹈教室，天像安尼。好囡仔啦，一点二度就对啦吼。舞蹈声上重要的阵地，我阿兄比赛来叫我头名，这场仗阁不是干那一出尔。跟民族舞的身体啊、情境，好像都朝向美这件事情，丑不会出现在民族舞里的感觉。你煞感觉家己变个样，愈来愈无意思。但那水，台湾人，你的脚甲土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？想问舞者的一个问题，可以再跳一百年可以吗？用、哦、掌声赞成。
准备好再开始。我在舞团十年了。啊，你跳舞是可以跳到几岁啊？让我觉得跳民族舞的自己很美。她是我妈妈，我的妈妈是我的妈妈。其实她并不常做家事。她是我妈妈，虽然她没有因为家跳舞而非常有名气。